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丸。今天好像是有史以来公主连结最夸张的一次大暴瘦。今天我们在一个这个2023年1月2号，我们这个公主连结全真全人。当你在这个现实就是幻觉里面跟其他公主们在谈恋爱的时候，一直在旁边偷看的爱美食。好啦，基本上啦，没抽不用玩公主连结，好不好？你都玩公主连结了，你不抽我们爱美食大人是什么意思啊？来了。欧尼酱准备要欧啦！你哎呀 ，OK 啦 ，My brother， 尼基跟公廉不可能两个都很衰的 ，Don't worry 啊 ，My brother， 新年新气象，还要回去吃这个年夜饭，吃团圆菜，今年的年菜一定要吃的饱饱的，开开心心的。还有今年回去满满的番茄炒蛋，我哥跟我妈都知道我讨厌什么：番茄炒蛋、鱼香茄子、苦瓜，不要啊！这样我要饿死啊！不可以啊！不过我妈以前对我们都蛮好，我哥不挑了，我很挑了。我妈以前就是为了我，曾经一个月内大概25天都吃咖喱，因为我很喜欢吃我妈的咖喱。有时候我妈还会为了我，就是特别煮咖喱。我妈其实现在没什么在下厨了，因为家里就买外送比较方便了，偶尔下厨而已。来。兄弟，有没有？这就是兄弟之情，战胜了昨天的玛丽安。不用给我哥罪，我哥不用传精神赔偿了，我也不用传斯皮马费了。有没有看到？来，充满爱与希望的影像。怎么可能歪啦？艾梅斯，我们都需要的。谢谢各位，艾恩纳尼。这一切都在你的计算之中。奇力，你算计我！你们以为只有奇力吗？不，给我！今年年菜想吃好料啊，欧尼酱，他每次都会帮我买好，或是在家里煮好，等着说，今年有你喜欢吃的，每年都是一样的，今年也不会改变吧？不会这次回去阿云吃大餐，我吃泡面吧？两个，谁？不然那好了，这个十年如果出货，我就吃番茄炒蛋，好不好 ？No， 还好没出，还好没出，反正番茄主要是补维生素 C 嘛，我们从其他地方补就好了，也不能说什么缺乏营养，维生素 C 我们从个其他地方啦，买个什么柳橙汁也可以补的 ，OK 吧？艾美食叫啊，艾美食，你看着我成长，看着我当骑士军这么多年了。这个时候你不会这样对待我的吧，艾美叔？他在网购番茄寄回高雄，真的假的？他不会今年回去真的是番茄泡面吧？我觉得200内出哦，都是 #原谅。我哥的那个女神母猪食看来也不太够，需要我帮他多补充一点。来，各位观众，都去。怎么可能保底？各位 #原谅啊！原谅弟弟啊！不，怎么会这样子啊？今年的年饭还是我买回家吧。我们大家吃好料，我阿云、阿木，然后我哥、我大嫂，好不好？我大嫂妈妈，还有我大嫂姐姐，好不好？还有两个小朋友，9个人。我真的去订个那个顶级的套餐年菜，我订就好，给我个建功赎罪的机会啊！大概不会之后只有我哥受伤吧？不会啦，阿云就很欧啊。我帮阿云抽是很久没飞过了。我帮阿云抽是真的非常久没飞过了，有没有看到这个强大的彩券？阿云缺母猪屎，阿云缺母猪屎，我帮他处理。我赛马娘抽到3只米玉，1只理事长，保底要选谁？等一下，我会选理事长了，我应该。老婆怎么说？我哥好像为我们扛下了所有。他好像为我们扛，真的，他为了我们扛下了所有。他真的为了我们扛下了所有。你说阿云，我们今天回去买个好一点的年菜，给他吃吧，好不好？我这里打扰哥哥了，干嘛啦？不要乱讲话。这里最好的选择是不是跟他一样？最好选择是不是跟他一样200？但我怎么觉得我会死抽？哦呦，有料哎。没有啦，今年年菜已经 OK 的啦。今年年菜一定订这个最好吃的。他说初一交给我处理，初一我处理外面吃，
他说今天不要买，你在外面吃，餐厅我选，我等等找个顶级的。想吃天堂不够，怎么可能想吃天堂？我、哦、哎，沙小啊，我怎么长这样？詹志总是默默的扛下一切，真的。你是不是想说詹志总是默默的扛下一切啊？那个二子在那边嬉皮笑脸。美妙山图跟第一张小北自选选哪个？我会建议你换美妙，然后小北等之后复刻再补，或是你甚至可以先扣一下。如果你只有小北池复刻要抽，我觉得你可以再等一下，就看你有没有丢小北池。哇，一百，傻小，哎呀，大家都是好，大家都是家人啊，兄弟之间的感情是不会永远不会断掉的。很怪啊，很怪啊，这里该不会两张吧？哎、欸，好像只补到一个，是谁？是艾美斯吗？歪了，没什么关系吧？哎、欸，不在美食、欸，我要和美食电脑的各位并肩作战。傻小，现在抽到，这张之前三星加倍，还送免费十连，我没抽到，超级扯。好啦，我如果也是两百保底，就还可以吧。看起来也要两百保底啦。哎、欸，踩停不了、欸，哎，停不下来。但我讲真的啦，我讲发自内心，我就觉得如果马娘这样该有多好。如果马娘的志愿者卡可以一直跑出来，哦，多么的快乐！哎、欸，其实这200还蛮重的，因为这里终究是要200的了。这里还是得哦。妈妈。可可罗奖，再送你十个可罗碎片，好耶！好啦，200。什么陷阱哥哥？我也是一样保底啊！我也是一样保底，大家都是一样的吧？好了，那我们今天那个最后也是200结束了。老话一句，爱美食可爱。那我们今天也是如愿以偿抽到这个爱美食，今天没有人受伤，大家都是好朋友，大家都是好家人，好不好？那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，哎，我是大丸，祝各位新年快乐。